根本碰不到的。是摇还是不摇？这是一个问题。不是你打我又没什么伤害，你在那 QQQ。什么一级棒你就开始刷了，地主野怪就暴女刷了，暴女的二级刷现在，这游戏他妈变了，真变了，他们要被卡线了，直接疯狂平行号我下去了，但我可以不下去。他们就算杀了我们下路，他们线被卡了，也很亏。是摇还是不摇？这是一个问题。这瞎子他妈是个250似的，我说实话，我搁这点他叫他抢野怪杀豹女，他搁这他妈的去杀了个有闪现有 W 的级，你他脑子里想什么东西呢？你一个豹女没闪的还在刷野半血，你不杀豹女给杀个两个位移的满血的级，还得我自己单杀，真的玩得了一点，到处被抓。差不多是时候了。这瞎子是个刷子啊，这版本不能刷的呀，哥。又一个没礼物版本的打野，这版本就是抓人的，抓呀，别刷呀，刷刷刷，赢不了游戏的呀。是摇还是不摇？这是一个问题。哎，这屌派克玩的是真的骚，这都把我杀了。那边是这个，也是这个派克，我记得。这小子玩的是真好，真的。我们下路又被越了，13个刀，35个刀，不用说了，分他已经加上了，好吧？他分已经加上了。今天这个派克连遇三场，他也没帮我英雄，他确实玩得好。我这是强行给瞎子带节奏，这瞎子自己没节奏，没办法，我强行拖着他过来越他，他有点迷，只能把我的节奏传递给他，让他接力，但我这样是不赚的。我就下面混助攻，然后我中路塔皮那个线还没吃。已经死了。
滚下！我这是在玩命。时光之障吧，这个出个时光玩一下。不是他们不敢卖，我只能我卖了。我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了，扛完伤害把伤害打全，哦没事。炼金 CD 鞋没看过，你现在不就看到啦？是不是嘛？总是那种大惊小怪，没见过世面，现在不是让你见世面了吗？我听到你了，跟个井底之蛙似的。这不是见到世面了吗？整天永远是这个英雄该这样出装，永远都得这样出。那个英雄该那样出装，那样该这样玩啊！这个英雄只能打这个路，这是一个问题。他妈井底之蛙吗？这不是？对。他妈什么鬼呀、啊？为什么这么多人啊？他们一下四个人就全来了。这支援速度，那顶尖的。我操！我想抓个圣，然后我们峡谷打峡谷，瞬间我被抓了。啊！差不多是时候了。走不走？走不走？走不走？我下来了。走不走？走不走？走不走？两兄弟不走，一起死。正在路上。什么技能？抱一下，抱一下！妈的，抱技能，大哥！正在路上。他不是有大吗？这游戏玩得了一点啊，是？别吃我线的，别吸我血了，大哥啊！真的烦。下了兵线嘛，给塔吃，非要在我中路吃我的线。
完了，我他妈的这个东西出的没用啊，没伤害，炸了，我烂了，兄弟，记，中路告急，你们加油，我废了，再也不出戏了，没伤害这玩意，又不漏。我才八级，他十级了。炸了炸了，玩不了了，玩不了啦！一点伤害都没有打他，真的是有一点伤害的吗？露个屁呀、啊！你看看这个杰打我多痛，露，露个毛线！这里必有人，这剩不走。畜生！都在抢我的东西，跟你们讲。玩不了，花呗符文，你会用这个花呗符文吗？什么叫越用越劣势？这把棋子也不算我劣势，我他妈去哪都要被蹲，这瞎子没有配合过我，你知道吗？我去哪抓都是这个肾给大，这瞎子都是来 K 我头，本来该我吃的头都被他吃了，你等于我一个人打几个，然后他来的那几下把我人头全 K 了，然后我其他就被反蹲了，就没办法了，所以就崩了。是摇还是不摇，这是一个问题。躲个兵都躲不动，摇摇晃摇，没事没事，我能拖，我能混起来。等下龙大的，
第三条路，再来能抓我。我的恶魔不做出来，这个英雄就没有用啦，一点伤害都没有。现在。 刮得很，好家伙，关键时刻掉线，这链子掉的太好了。你这一掉线，这游戏不就难玩了？ 好了，半天就能掉线了。差不多是时候了。 还差200块，下波炮这兵吃完回家，够了。来人抓我了吗？这是。 42块，好了，不会伤害的。 回家呀，大龙要掉了，你一直不回。你为什么残血不回家？那在晃晃晃。 好秀的派克，一花之秀，没事，我会出手。 是吗？
没错。三个现在被 AD 死，没事，我会出手，放心。我来拿下这把游戏，666战绩，可以，这很溜。啥都要，打伤害打不出来一点。差不多是时候了，给我吃，你们吃这么多有个屁用。这肾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不是送两个吗？啊！啊！啊！这你都能把它背出去的呀？啊！为什么呀？哎，我真是服了！哎，玩不了！妈的，给他背过去了，把他死了的！我操，一来这个墙边的，他死了！这里谁想到能把人背过去的呀？我操，他妈太妖了！我他妈第一次这样。我在这个位置移到这里来了吧？人，靠！没事，我会出手，交给我。小猎而已，我会出手的。我操，完全没队友啊，这是。他们那边怎么又死了呢？四个在我们下路。啊？没懂哎。本人都在我们下路。加油吧，海修，最后一波。在上路呗，我们队我们这边五个人不团结，每次打架就一两个人在。差不多
没有团队性的，各玩各的，你送你的，我送我的，各玩各的。我去吧，正在路上。升个16级很关键，16级大招加了很多，看。可以吧，我这身位卡的，你们两个人进不来。我在打团，这就叫卡位。你们蓝色的一逼 AD 没大，不是没啥，是没大，点错了。极限之拉扯，就你们两个小瘪三，我还以为谁呢，把大给吓住了，小瘪三。两个小卡兰，差不多是时候了。我怎么可能被暴女过去让他抢大龙？我他妈我死在那里，我拦着他不让过来。这下子这个操作，龙他妈背过去，他必须被抢。正在路上。带波就行了，一波了，拿下！操作得了吗？
拿去。